一加为什么要给不将就的人做手机？因为在此之前，并没有一部手机是给不将就的你做的，因为你每次拍照时，都要在构图和光影之间反复纠结。 因为你不喜欢带手机壳，你在意手感超过一切。因为你习惯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，请您这边做好准备，下一位就轮到你上台。又不忘在出场前给自己补妆。我这边请您上台。 因为你总是喜欢自己上手修改每个细节，即便你已经是设计总监，因为你是第一个到达球场训练的人。 是那个输球后给自己加练的人，因为这么不同的我们，却有着相同的专注、倔强、偏执。 一加为什么要给不将就的人做手机？因为你是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的人。